Come on in, come on up, come on over, for the merriest time of year. Come on up, come on in, get together, for a good time, smile, my dear. 今天老公公送给你的吗？给他的。他走了。不见了。不见了。So let us have a swinging Christmas, just like...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今天是美国时间的圣诞节，12月25号。今年呢，从大概11月还是12月开始，我跟苏珊啊就不断有跟 Cody 说，就你想要什么礼物可以跟圣诞老公公许愿。那他每一天呢，都在期待圣诞老公公的到来，每天都在问圣诞老公公什么时候会来。那我们就跟他讲还有多久，还有多久，还有20天，还有10几天，还有一个礼拜，下礼拜就会来了。总算是今天到了，就是今天了。那今天呢，爸爸有准备了圣诞老公公的衣服，然后我等一下会去装扮一下，看一下他等一下起来的时候啊，看到我会不会认出来我其实是爸爸，然后看到圣诞老公会有什么反应。衣服准备好了，在这里，我们特别从台湾带来的，在这边，然后我等一下会住在这边等 Cody 起来。糟糕了，这圣诞老人的衣服也太小了吧？谁买的？怎么小成这样？哦哦哦 ，Merry Christmas！ 这次可能认不出来。哦，掉了一。什么？里面的圣诞老公公，圣诞老公公，对，他送给你的吗？对，他不见了。他走了？不见了，不见了。你刚有看到圣诞老公公吗？对。啊，我刚。哥，他坐在这里。他坐在这边。圣诞老公公坐在这边。对。他在这边干嘛？他在那边睡着。他睡着了。等你等太久了，他睡着了。他送礼物送到睡着了。怎么样？啊，他送你什么？这个是你想要的吗？对，是你跟他许愿的、啊。对，哇，好棒哎！这是什么嘞？这是做面的。
做面的、哦。这个嘞，你看，这是冰淇淋机吗？冰淇淋啊，那我要开这个。你要先开这个，因为我要玩粘土。你要粘土啊、哦？你不看里面的机器？啊，你有跟圣诞老公公说谢谢吗？哦哦，忘记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。那你明年要记得说，好不好？不记得，不记得。那下次也遇到圣诞老人，要记得要跟他说谢谢哦。我把他打个，他就醒了。哦，你把他叫醒了、哦。对。他怎么送礼物送到睡着了？哇、哦，黑色哎！我要先过这个，我要搞开。好，帮你开。那你有看到圣诞老公公长什么样子吗？他记得他就睡着了。睡着了，跟电视长得很像吗？啊、你这个有摸到，你不能碰嘴巴哦，也不能碰脸哦。啊，不，这个不能给弟弟玩哦。好，弟弟也醒了。哇，弟弟那是什么？哇，今天是圣诞节哦 ，Christmas 啊。今天是 Christmas。对，我今天也穿 Christmas， 你发现了，你好棒哦。弟弟也有圣诞礼物哦，弟弟的是什么呢？弟弟的是，这是你的礼物。哦，弟弟有礼物吗？哦，弟弟有看到吗？哇，圣诞老公公也有放你的礼物吗？这是什么？弟弟也有哎、欸，哇，弟弟也有礼物哎、欸。这是什么啊？妈咪。哦，好唱歌。会拍手也太可爱了。Hey, what's up? What's up? Let's sing. Come on, let's catch a color. Freeze dance. Green, let's go. And freeze. Oh, this is good. Orange, red, and green. Goes. Wow, 我好像没有被发现呢。他好像真的以为是圣诞老公公。还好，好险！因为那套服装，我刚刚看起来想说，好像还蛮容易被拆穿的，结果他好像没有发现耶。嗨，今天算蛮成功的哦，第一次让 Cody 知道圣诞节是有圣诞老公公。他现在两岁半，前两年他没什么感觉，但今年真的是非常有意思这件事情。那刚才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因为苏珊跟我说，在他刚起来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到外面有个人，他说：“宝宝还在睡觉。”所以他可能就已经知道是我打扮成圣诞老公公。可是他出来的时候呢，又没有打破我，就是他没有拆穿我，就是让我们继续演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不确定是说他后来相信了，还是他就是真的。不想让爸爸失望，就想说爸爸这么用心准备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有拆穿我，然后就继续演下去，然后就也很相信那个人就是圣诞老公公。我觉得这两种都有可能，对啊，我觉得蛮可爱的啊。那我们也有担心一件事情是，如果他真的发现的话，会不会变成破坏他的那种想象？就是他知道哇，原来圣诞老公是爸爸扮的，所以也有一点担心。可是他完全没有打破这件事情，所以就是他没有打破这件事情，所以。就也不知道OK 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年的圣诞节，我觉得以后想起来一定是充满的回忆，所以很开心。明年呢，弟弟可能也会意识到圣诞老公公这件事情，我相信会更好玩。好啦，明天呢我们要在美国继续旅行，然后明天有一件很期待的事情，然后很想看的一个东西，然后明天再继续跟大家分享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